中华文明五个方面的突出特性正是中国史现代化的文化渊源与驱动力所在，连续性表现着中华文明的韧性、实践性、有效性与自我修复调整的能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与包容性表现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不断更新与发展进步的活力。 不断迸发，我们见贤思齐，善于学习，能够接受消化人类的一切先进文化成果。而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表现着中华传统的整体性与凝聚力。统一性还体现了中华文明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圣王合一。 德民心与得天下的合一，和平性是一个现代人类文明的主题与原则。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弥面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现代化、全球化是必然的。对于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我们也有深切的体悟与关切。 对于现代化的道路模式的多样性与自主性的理解，合作共赢的这样一种关系的提出，是我们中国面对世界变局的担当与合理的认知，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的贡献。